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在 Medini Paradiso Nova 低密度公寓，两栋加起来只有382间。这里感觉虽然幽静，不过这里住着很多来回新马的朋友，也住着很多的外国人哦。我带你们看看这个房子，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给的是自然的大理石。多数市面上的公寓大概三房都是1000 square feet， 我们这个公寓的话有1500 square feet， 就是来讲，如果到时候你们的家庭想要变大的时候，空间方面就比较容易做调整。这栋楼的话是在2019-2018之间交楼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给的装修家私全部都是已经入手，然后就是到时候看房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实际拿到什么东西，就抽油烟机、煮炉、这个 oven、全部都是 Bosch 的牌子，然后那个洗衣机、烘干机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冰橱也是 Bosch 的。来看看主人房的部分，我们这边会有 walk-in wardrobe， 然后还有这个开放式的那个浴室，如果不喜欢的话也可以自己做那个curtain放下来。所以这一边的话是走落地窗设计，然后景色的话也是一览无遗啦，就是都是绿绿的，没有什么遮住的那个 building。 好，最后我带你们来看看三间房间的部分。那说到公寓，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就在担心，如果住公寓的话，工人会没有房间。这个的话是3+1，说一房的话，这边有一个厕所，一个房间是让你哥哥住的哦。来，我们另外一个看，我带你去看，我们的 Lego Man 就在旁边而已。楼上有一个叫做 Big Grocer， 然后买东西的话很方便，然后他也常常做促销，所以我们很多附近的朋友都是来这里消费。然后再看隔壁就是我们的 Glen Eagle Hospital， 可是风景，我们带很多来看房的朋友都说这里风很凉，然后感觉很舒服的。只要你的薪水有4500到5000马币，我们就有办法帮你做到这个，你就可以用少少钱买到这个拥有私人电梯、三间房、1475 square feet 的公寓。是不是很好奇这个 CP 值那么高的公寓价位在哪里呢？这个项目只需要642千哦，而且只要你可以通过贷款，头期只要少少而已。如果这个设计你不喜欢的话，我们还有另外两个设计，所以希望你喜欢我们这期的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